好，我们一次给他70连抽，来看看这个几率会不会中呢？啊，保底限制写在这边吧，我记得。你看哦，如果连续50次哦没有召唤到 SSR 10，则下一次获得 SSR 10的概率提升 2.5%， 才 2.5。如果该次还是没有召唤到 SSR 10，则下一次召唤获得 SSR 的英灵概率从 2.5% 到 3%， 以此类推。反正你就是要到50次之后你才会提升 2.5%， 然后则下一次提升 2.5%， 然后如果还是没有召唤到，他的还是没有是连续10次还是一次不知道。如果则下一次则获得 SSR 就提升 2.5% 到 38%， 他应该还是说50次吧，我觉得啦。他说该次还是没有抽到的话，也就是说变 2.5% 的时候，你再连续抽50次才会变成 3%， 再50次 0.5%， 直到 100%。 那你看要画多少个，你看你要画多少个，你自己算一下，多多50次你要画几个，50个十字印耶。不过他是后面有写啊，处于开发阶段，本次的测试召唤系统并非最终版本，仅供体验。那 SSR 10的几率是 2%， 反正50次才会 2.5% 啦，每50次提升 0.5 啦，就这样，就这么简单。唉，好，所以看起来应该就是连续抽50次之后没有抽到，这下一抽一次就好，就会提升 0.5%， 然后再一次类推，每一次抽就提升 0.5%， 应该是这样。然后这边有写，我们等一下都可以看的。这边有写，本次 SSR 几率是 2.0% 加 0.0%。 好，我们先实抽， Go Go Go。 在屏幕上画出你的星宫痕迹啊，随便画，有彩虹光吗？没有。一只 SR， 没有 SSR 啦。哦，这是第一次。哦，上官远。进京都尉上官远在此，何人敢来一战？上官远才 SR， 好歹还是主角群之一耶，而且还是第三位加入的，应该 SSR 吧？好吧，上官远竟然是 SR， 不知道会不会下一次封测或公测会变 SSR？ 我是没有穿到一身红去抽卡了，我们再继续十连抽 ，Go， 花，嘿，有了 SSR， 厉害吧？可以去买乐透了啦！哦，朱环，哎，朱环，刚刚那个彩虹光不是朱环吧？走开，走开，殷建平，走开！呼延虫走开，我对你没兴趣，而且你脸总是长这样，你脸不是鼻青脸肿吗？还抽到一样的角色，我滴嘞嘞！好，概率还没提升哈，还是2%。好，继续第30抽，第三次30抽 ，Go！
有了有了 ，SSR 有了，有了有了，有看到吗？一只，一只有了，不要又是硬件品哦，我会吐血。哦，香环子。哦，那青海龙菊岛闪仙香环子是耶。哦，又是你。我叫做风铃声，看在我年纪大你几岁的份上，你就委屈点，叫我风姐姐好了。好了，风铃声可以了 ，OK 了。啊、哦，白环，白碗，这个字念碗是环，白碗念碗嘛，对，白碗。哦，白碗不错，我蛮喜欢他的。可以可以，这次满意。你看我第二次跟第三次就有中 SSR 了，这几率是算高吗？好、哦，看起来都是一样的。哎、欸，紫韵，哎、欸，我神血宫四婢女都抽到了、欸，四婢女收齐，赞啦、啊！我好想要这个账号啊，至少神血宫四婢女都抽到了。Go， 再来。哎，第几次了？现在是第五十次了，第五十次了。就是这次是第五十次。没有，没有 SSR， 两只 SR。这是第五十次。哦，又是紫韵。哦，又是你，好，后面都一样，后面都一样。如果重新，如果中间有抽到 SSR 就重算啊，对啊。没有，我只是想算我抽几次而已。这是第六十次，第六十次，没有。哦，寒无沙，阴煞寒无沙，听候主人差遣。我身上可是有盟主赐的三魄鬼眼，平民们也想击败我，结果就被风寒月的主人血线给破了。哦，杨云佐 ，OK， 好，结束，好多了一只新的寒无沙。我觉得寒雾沙应该也要 SSR。好，第七十抽，好，最后一抽了，最后一次十连抽了，有了吗？没有，两只 SR，OK。哦，阳环，终于抽到阳环了。我们杨环如何神出场双死之一？一虚多，还有一只 SR， 哦，又是白环，我抽了两次白环呢，两次白环，哦，白环好漂亮哦，哎呀，白环真漂亮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角色介绍。然后罗活，哎，我音色还没抽到，比你的姐姐没了，就这样。